家好，这里是谢云江，这里带给大家的是崩坏学员2 4.0 版本的一个更新介绍。不过崩坏从刚开始 1.0 到现在 4.0 已经几乎迭代了有30个版本，也就是满满的三个周年那三周年的话，这里的 4.0 是前面的一周目结束的一个新的开始。那这里新的开始的话，那肯定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那我觉得个人觉得比较大的改变应该就在于这个有一个增加了一个联机模式，不知道后续会不会有多大的改进。但是现在联机模式的话，装备的是有 一部分限制，而且它部分装备的那等级是根据你仓库的那个等级来的，并不是给你一个满级满破或者是满级零破的一个官方一样的装备。然后这里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图鉴，这里的图鉴的话先拉到最后面，我们会看到这里我们最比较期待的一个战神的七星。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效果，一技能还是要击杀一个敌人，也就是说对付世界 boss 这些，就比如怪比较少的情况下还是很难触发这个效果。也就是说，然后再看一下二技能，二技能的话一般都是七星用来改命的。然后看这里的话，我们发现他要一个七星北欧，然后给我们最大印象的应该是七星北欧的装备的话好像总体的话并不是那么强，就比如比较强的犹大也不是那个北欧系列的，而是一个主角光环那个系列的然后他要的话是要装备的话是装备五件才会有一个效果，那加上他本身的话你要装四件也就是说技能个人觉得不是很满意吧，希望他是应该会改一改，也希望七八有更多的声音能站起来说一下这个技能是不够的，是没有七星的那个水平吧。然后再看一下这里的阿修罗，这个阿修罗的话感觉和六星的话主要思想也差不多，但是他增加了那个7%前面扣的70%血的那个空档，也就是说只要你扣了少量的血它就有加成，不会只有30%的时候才会有比较大的加成。然后这里的话二技能还是要被击中才能提升速度和伤害，这个我就觉得挺激烈的，还挺持续三秒，那就是说你打零世界基本就是有点浪费，就要被击中然后扣很多分，不扣分然后这里比较瞩目的应该是一个七星使魔，这个克洛伊的七星使魔，先看一下故意吧，我也没看过。角色每秒获得600的护盾，每提升165的基础伤害。那这个就是花鸟的一个小型的花鸟，可能给那个狗牙用可能会效果会挺不错的，给加特林可能也可以用。然后再看一下自律。自律是一个输出的，然后再看一下他的主技能奥义这些的，脆弱，引爆迷雾这个肯定一定要配合那个迷雾套才能才会有效果。不过我觉得有七星克洛伊的话，那他已经有一个人偶克洛伊，会不会有两个就比较有点违和感呢？我也不知道，看后续大家的评测吧。然后的话这里会加入一大堆的新装备那么第一个环节的话介绍装备就差不多到这里了，也没什么装备可以说，因为这些装备的话大家肯定会已经看过截图了。然后的话第二个环节就是扭蛋环节，扭蛋的话我们先看一下，这期想扭的应该是魔女的话，这两个喷雾和两个徽章都是一个是 RPG 专用的徽章，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徽章，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徽章可能毒的效果还可以，
二技能是一个副作用，一技能的话是最大增加100%的增伤，而且是只需要几枚金币。啊，不过感觉跟金币有关的关卡们似乎都不怎么注意。我最多的话肯定是周末周六的那个道馆的，但谁会带上这个装备？还有不会增加你金币的那个键，啊，可能是特殊，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啊突然GG呢，这也不知道。但我们存储好啊，可换一波闲心，我们开始扭蛋。最好不要保底吧，我也不知道扭换几颗。多换几颗，多换几颗。主要是前面一段时间的话，这个水晶都没怎么用，就会存出一大堆。然后听说今天会有个大版本更新，哇，直接9颗了。不知道会不会保底呢？但又不会吧。我们先喊个口号。应该喊什么好呢？无语寒风。好吧。无语寒风吧，无语寒风，来喊个口号，我们去扭蛋。挂了。一发金是什么鬼？一发金是什么鬼？我一脸懵逼。这，好吧，不要打我，我不是欧洲人，我不是欧洲人。真的不是欧洲人啊！今天还不知道该不该扭，我就捡啊！既然一发入魂了，那就不要破坏气氛，我就不扭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可能这周可能就会推出这个死魔，我觉得这个死魔挺不错的，叫童话世界的奇力啊，它是一个猴子专用，也就是跳蛋专用，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奏鸣，奏鸣曲。它这个固有是。比较吸引人，我们来看看破水器。破水器，也是一样的。它有一个战战量增加30%和伤害增加15%，还有投掷能说额外触发一次效果。额外触发一次效果的话，我感觉可能就是维达可能会多一个圈，或者是你的。那个清水性能力叫什么？那个劫测灵那个劫测灵可能也会多一个属性，那样的话清属性的话就会加快速度，而且概率也比较高。再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麻将的话，属性的话，应该很多人都应该有接触到，所以说很多介绍。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麻将还是挺不错的，希望你们也能获得。然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地图，地图似乎好像有改版，对，是真的。这个改版的话。可能现在不习惯，这样让你更快的切换一个地图，新地图的话，看哪里是第二层，这是第一层，看看，这里是20，那这里是最后的地方，那真的是，反正这肯定是一个大圈的对应，然后其实也就是为了方便三页的那个配展性，而且增加游戏里的美化。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打板条挺大的，就是一个连机的一个游戏，现在可以连机了。然后这个连机的模式的话，装备也是有固定的。
对我那个原始的我感觉我还是这个是可能很大，完成挑战，哇，确实，能不知道会不会回旋？一点懵逼啊，这，这是看我们输出伤害的多少吗？模式切换完成。对啊，这些是正常，真，应该是玩啊，对，肯定是玩家联机嘛。然后看到这个 boss 血是有血量的，跟我们普常规的那个是不一样的。然后子弹没有了怎么办？我操，子弹没有了怎么办？那我岂不是看着被他揍？这玩什么？难道我要用维达扔死？不要吧。难道我要用拳头把这个石头给打掉吗？大家一起来呀，不要怂。咦，这个扣血好像我没承担多少了，还是因为这个 boss 伤害就不高呀？啊，毕竟初级不是吗？看一下他们血量，哦对，可是没掉子弹呀，重点是要子弹。没有子弹我怎么玩？这啊，中出御寒风，好吧，这难道要看着他们打，然后我在这在那傻跑吗？然后莫名其妙死掉？啊？亚米洛，你们啊回来了，我还以为要孤军奋战了。可是这复活并没什么卵用啊。哦，可以，还是可以把它杀掉。哇，这就赢了呀，是吧？可以早点到吧。啊，看来下次要带一个补弹药的东西。啊，这样就通过一次 SD 啊，就有轻松了。时间好像还挺啊，哦，不多，60。哎，怎么变成世界地图了？再看一下这个修女，保护智障修女嘛，然后她这个奖励还是比较丰富的，看一下奖励。之前看到我截图好像有那个装备图，这个小油弹，樱之小油弹，降下花太樱花太刀，造成100啊，这个一级属性就不要看了，反正就是小油弹。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上的生命值和攻击力啊，这个可能是用来干那个用的，那个刚刚的那个模式连击模式，然后其他都是啊比较常见的。然后这里又加入了一个新的 boss， 我们就用这个跳弹来测试一下，的 boss， 等等，刚刚是不是杀了一个奇怪的东西？难道已经挂掉了？不对，后面还有怪，就说明那好吧。这个雷电牙医，等等，为什么从来没见过这个姿势？难道我操，他这个莫非是就是这个圈会把我麻痹住吗？哇，刚刚是不是用了一个回旋镖啊？等等，怎么打他没伤害啊？可是我子弹还是在少啊。等等，我怎么感觉这个往哪打？他怎么肯定锁血了。哦，果然锁血了。这个回旋镖好像也有麻痹的作用，看不懂。我刚刚好像是不是变成黑色的维达了？咦，为什么我的维达是黑色的？等一下，我再扔一个维达看看，我有几个维达能出来？
对啊，还真的有两个维达，来看看，这个好像弹了三次还是三次，维达的话有两个效果，哇，可是维达效果变淡了，我身上的维达变成黑色了，感觉怪怪的。然后这里差不多就到这里，也感谢大家收看我新鱼酱的节目，由于上次车师傅修仙了一回，也获得了世界第五期的一个红章，也希望大家能加我不对，我为什么移出团了，这个可以装逼啊，那个 ID 车师傅 ID 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欢迎大家的加入那个东莞悬崖车师傅，当然如果你加我的话是可以私聊我，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联系你们，跟你们聊天哦，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节目，给节目下方投一个硬币或点击收藏 UP 主的节目，本期的4.0评测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